先拿。你应该在口罩前面挖个洞啊。超麻烦。那离人远一点就好了。没有喝哎、欸，它是那个珍珠丹的玉鲜奶。哦，玉玉哦，芋头泥的感觉，甜度还 OK。303块。现在又要去买菜了。最近天气都不错，但老板娘坚持要等到太阳下山才能出来。他说他太阳下山之后呢，看起来就是比较看起来比较凉爽的时候才要出门。累啊！你早就起来了。我喝一口吧。我不要喝。那我们下次先去买游戏票，先买菜。菜会不会提很早关？好啦，先买好了。对啊，我怕菜跟你一样啊，天黑就关了。因为浮夸哎。对，游戏片被买掉的话就认了，是不是？我要去 seven 那边。对。好，等一下大家去买菜，然后哎、欸，因为有粉丝问说泡菜在哪里，顺便跟大家讲。这边呢？啊？我先领，等下你先去那边等我好。全家不能领。哦。好，泡菜店在中心街，87号、85号、85跟87的中间这一个哦。对啊。就早餐，它是在边边第二间。对，然后它是只有。早上下午卖，晚上是不卖的。它这个店面的一边是早餐店的那个状态。好啦，我先去买啊。啊，蛤蟆没有了啦。蛤蟆没有了啦。蛤蟆，我戴口罩戴成这样子也被认出来了。蛤蟆没有了，那我们就只能去买超市了。啊，超市吧。那我这样先去买游戏。好吧，去买游戏片哈。游戏票可以从这个市场穿过去。哦，可恶。对。我想说你认识。没有。你也知道我蔡主任对不对？他突然看人在江湖走，我只露出一双忧郁的眼神，也会被发现。所以他是看着你说：“哎、欸，对，奶奶奶奶在哭。欸”哎，妈妈，我觉得这边的蔬菜很多呢。哦，对啊，给他啦。啊。看到枣子就想要问我弟在不在家，不用问了，他应该已经放到坏掉了。这边有高丽菜，26块。高丽菜我们家还有哎。我看这边肉很多。哇，满满的肉。哎，这边肉是长得很多。感觉蛮漂亮的。虽然也是冷冻到去解冻的，但 OK， 但我觉得这个蛮漂亮的。对啊。那我们今天没有要吃。我们今天不是吃。肉片加啊，是重点是蛤蟆哦，我想买五花肉，因为刚刚朋友跟我讲说煎个五花肉、哦，对啊，我们家那边可以，好不好？五花肉配刚刚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边的五花肉是这种厚的，如果我们要找我们要的那种五花肉的话，是要去全联买，哦、全是整条有一定的刻度的那种。好不好？然后就只有这些而已。对啊。还是我去全联看。对呀，蛤蟆酥哦。每盒119，它固定一斤，600克。一斤600克。对。小盒差不多啦。
是哦，会贵一点。但因为你要买两，你可能要买两包啊。你看一下奶奶哈，我去看一下，我想找粗盐。这间人比较没那么多，对，但这间蛮大间的，因为这间在那个竹林路它比较边边的地方。先来弄点不一样的东西来吃。粗盐是不是不好买啊？为什么没看到？这边都是糖。哦，今天温度哦，找到了，还是细盐，玫瑰盐，玫瑰粗盐，这是自己转的，但这种有点贵。那、啊、算了，我家里有玫瑰，用玫瑰盐好了。对啊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哎，妈妈，那个我们，你这里要买吗？那我们去那边买。去哪里？去，因为我们也是要去全联的。这里好像会经过吧？对对对。好，那我去全联看好了。哦。妈妈，这，哎，全联真的差很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全联的青菜都没有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我叔叔啊，法国人，他都知道全联的东西最便宜。对啊，爬到人家。这块。来建筑五花哦，还是没写价钱。阿美他们不见了，好吗？你找什么？哎，那个蛤蜊它只有小盒300克的，但没写价钱。不用哈。没有，就是吃这个嘛，然后配那个。好，没问题，改变。我们家有泡面吗？怎么人那么多？这边人也太多了，我要从那边这边打住了。这间人也太多了吧。哇，还有地下室，这还不错，这还有，它还有地下室，还有电梯耶。哦，好啦，买到啦。哦，我们就买这条五花肉，好不好？回家。